今天，甘肃省古浪县的16位村民和他们的家属即将踏上一段漫长的旅程。路的那一头是北戴河，在那里，他们将接受一次手术。对有的人来说，这次手术能帮助他们摆脱多年的顽疾；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次手术则是活下去，亲眼见到子女长大成人的唯一希望。古浪，一个偏远的西北小镇，一个冬天的童话。今年一月底，我们看见栏目组曾为您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甘肃省古浪县100多位村民外出到金矿、煤矿打工的时候，不同程度的患上了尘肺病。其中一些人生命危在旦夕，网友北京厨子赶到了那里，试图通过网络引来外界的关注，救助这些患尘肺病的村民。节目播出之后，古浪所在的5威市以及甘肃省的有关部门，还有很多市民捐款近1000万。当地政府还联系上了国内最专业的北戴河国家尘肺病治疗中心，准备免费的送这些患上了尘肺病的村民到那里去洗肺，而洗肺也是目前唯一被证明能够有效的缓解和治疗尘肺病的手段。于是春节过后，我们再次来到了古浪，准备拍摄村民去北戴河治病的过程。我们原本以为大家的善良和努力将彻底的改变患病村民的命运，但现实往往比美好的愿望来得复杂。北戴河方面每天只能为4位患者洗肺，所以第一波能够去北戴河看病的这些病人的人数只有20位。那对于100多位急切想得到医治的这些患病的村民来说，能够登上第一趟前往北戴河的列车，必须要符合2个条件：第一，病情一定是相对的急切；第二，身体的状况要能承受得起手术，甚至是坐2000公里的火车。对于有些患者来说，希望本身似乎已经来得晚了。我14岁的时间，我的大哥就是20几岁。嗯。哎呀，你说我的5个哥哥都是日没钱吧？嗯。说个不好听，国公还摘了日子。嗯。你说就说哥哥周队少，哪有钱给你？哪一届跟今年上学，都是各奔前程，都做不是打工，自己也没学个啥技术，文化程度也这样，就是这苦大了，嗯，没了，还就是腰上不够，嗯，最终就是落下这个金戈，不能动了。寻龙起段。魏金禄40岁，尘肺病3期患者。这天，老魏正在县医院和10几个乡亲们一起参加县里组织的体检。13岁的女儿丽存陪在他的身边。这次体检将决定老魏能不能前往北戴河。而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不洗肺，像老魏这样的重症患者随时都可能有生命的危险。我目前的伤就是肋骨跟不是骨髓质少，这少少40多块钱就不行的，还不少，可以不少。我说你48岁不是岁，我可能心情可能比现在还少的更更。哎，就是五官都是娃大。
啊，你中午是啥？我在考试，他从学的来，他们是开过学的吧？你认得的，你说就是，就不少，就是即使那个就不少了嘛。他感觉到学的来，我感觉横着吃的我多吃嘞，或者感觉黑出来我得喊他吃的。当然对对，他从学的来的开始，哎，那就听着人家，今天看见给爸爸说过了，哎，爸，你喝的给你好呢。那辞职的话，给你把头上受一顶，高兴啊！嗯，坚持着。那你坚持着，这是你撑着。提监室的楼上住着37岁的马江山，上次我们来的时候他就是最严重的患者，而现在马江山的情况更差了。监里的报警声显示，尽管随时都在吸氧，他血液中的氧含量一直都处在危险的状态。马江山的媳妇刘冬梅说，不久前医生们告诉马江山，让他尽量保持跪坐的姿态，因为一旦躺下或者坐着睡着，他很可能就会因为肺部受不了自身的重量而窒息。而医生们没有敢告诉马江山夫妇俩的事，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在医学上基本上已经没有可能了。好，你先休息，我们去讨论一下，把你最近的治疗情况你再看一下啊，给你一个更合理的治疗方法啊。对于楼下正在进行的体检，马江山其实是知道的，虽然他也清楚这可能是去北戴河洗肺的一次机会，但医生们从没和他提过，他也就从来没问起过这件事情。那还是不可靠啊，他很明白自己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哪怕是半个小时不吸氧进行体检，更不用提和大家一起坐2000多公里的火车去北戴河了。中午，医院里突然响起了锣鼓声。没出正月十五，始终还是在过年。来医院闹一闹，算是拜年。当地人管这叫社火。你以前跳车火的时候是犯的什么啊？你以前跳车火的时候，哎呀，我不跳车火。哦，他跳是吧？嗯，他办的什么呀？他就装个木名字啊，这个时候装什么冒名字姑娘。当时去马东山之前，知道他有什么危险吗？少也没少，就是自由说在这比如就咱这个石头打一下，说就把这个威胁包装，或者这个直线上啊，这些都是，比如说他这比如说是这些这个差错，这都是这个红尘时候说的死了，这都今天的这个出发那次的这个少也没少。同去的人也没这个经验吗？哎呀，俺那时候我听说没听说过。哎呦，一个车，几个？我不说。几个？我不说。几个？我几个就。哎，我的妈！这个是外面的，不是大嘞。大嘞，两个。两个回家，你们两个赶紧买点。不是，接着就老魏说，除了每天雷打不动地要吸4个小时氧气，每天晚上睡觉前和早上醒来以后，
他都需要娃娃们给他拍打上这么一段时间，拍过了便能舒服点。而要是碰上突然降温，中午和夜里更免不了要折腾好几次。老魏后来说，他只让娃娃们给他拍，而从来不让媳妇儿动手，就是不想让孩子们有妈妈在救爸爸的想法。他只想让娃娃们觉得每天给爸爸拍拍胸口就和打扑克牌一样是个游戏。他只想让岳父岳母觉得连娃娃们都能够治疗的不适的确没有什么大不了。甚至对媳妇儿高菊香，老魏原本都不愿意把实情告诉他。2008年老魏在内蒙打工，他偷偷到医院做过检查，知道自己的病情，但一直瞒着家人。直到2009年年初，媳妇儿高菊香发觉丈夫咳嗽得太厉害，非要和老魏到医院做个检查。高菊香说，一出医院的门口，老魏就把 X 光照片和检查的结果都给扔了。高菊香赶紧把这些捡起来，老魏为此还发了大火。高菊香回忆说，那是一个大风天，在回家的路上，他和老魏一个捡一个扔，再扔再捡，后来他哭着求老魏说别再扔了，才最终得知丈夫得的是三期尘肺病。我的朋友都不处理了吗？就你一个回家去这天马江山的病房里来了个熟人，这个人叫杨德兴。一个多月前我们第一次来到鼓浪的时候，杨德兴也住在这个病房，就住在马江山的旁边。后来来鼓浪救助的网友北京厨子用先期在网络上募捐的善款，把杨德兴和其他两位村民送到了北戴河。洗了肺的杨德兴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这天杨德兴本来是来县医院做定期检查的，但他知道马江山的状况，更知道夫妇俩的愿望，于是决定上楼来和他们聊一聊。三号就打的很晚，他都还去发生，我叫他们在这里回来，四十号打的话，我就真我觉不着急，真的就去买点，我这是比得多少叫人的，真讲了呀，你还不信？心里多，也就是你别吐皮子吃。几个是吃都不对付，不对付对付，绝对不能吃。那今天那个非公的收不吃的那不是，跟着是吃，收不套都喝不了，那个什么的，那恢复不好，那恢复不好就得了。那几个，那几个个原来车上都说个不好听的话，人家坐地铁吃坐不了。掉了，那掉了。嗯，那个小伙伴嗯，对，给嘛弄，那的话吃起来就别给小伙伴了。这天体检已经结束，结果尚未出来，
鼓浪县黑松一镇政府内来了很多患尘肺病的村民，他们都是来递交去北戴河治疗的申请。早在体检前，大伙都已经听说了，第一批洗肺最多只有20个名额。俗话说久病成良医，村民们都很清楚自己这个病的情况。这个病最怕感冒，每感冒一次肺功能就恶化一次。虽然已到春天，但鼓浪常见的早春寒让大家觉得能越快走越好。特别像老魏这种已经3期的患者更加急切。最后我就说，我说他，你看有3个孩子，这该找人啊不该找人，别的啥也没说，靠他能抚养的这3个孩子吗？对，你再找个人，人家一看，哎呀，你3个孩子，谁找你了？所以我这回事就是不管少。这天体检结果即将公布，而这个结果将决定老魏能不能去北戴河洗肺。吃吧，你们要吃吧。拿出来就带着手，我说你不要害怕，我有那4个药到这里，我没说2个药是1000多块钱，你这是1000块钱，我就搂，我搂的我这都我说，我没过个多。你再别接啊，你今朝就接了，你请吃啊。老魏后来说，岳父让他贷款，一是觉得第一批名额不多，是不是要去县里活动活动？再一个，等到真的选上了，鼓浪到北戴河2000多公里，虽然政府承担了一切费用，还是要带点钱备用。那些警官淘气的，要跟他还不了也是麻烦。听专家说的，能一淘个10年，不是一淘5年都行。一淘5、6年，他医学发达吧，我们国家5年之后，医学更发达了，使用咱有更好的这个治疗方法。现在老的太老，小的太小，麻烦。今天马江山的情况更差了，刘冬梅把我们拉到一边，说要和我们聊聊。死在晚上，就怪你喝吃，他就是靠病吃。我也说回来，真的我是死的话，我就没2个药吃得，没两个药吃得噻。咱俩不是一个药吃吃了噻，我们只不能要吃爆满，他有明显的动作，我要吃死，这是我最大的失望。那不得那里会说说说的是要得心和啥去了，没大没得多大的危险啊，那我这要得心。它比马家山比较的心要严重，危险更大。危险更大，我们还是要没的话，不是之前责任就都没承担。但是要是洗不了呢，或者是要是洗不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是不，他就坐在半德河，是半德河的专家说洗不了，那活着可以，那也心里是活了。体检结果公布了，
第一批确定能去北戴河洗肺的名单里没有老魏。他说说是亲自来伙计给我们说的这个说法，后来我自己跟我仔细说嘛，老魏是上门女婿。这天老魏本打算得到了结果就去看看母亲，他心里他不知道我有病有这么严重的，我没信。我就是说今天我嫂子嫂子我就说找个点精神的样子，哎，我去看看他。我的母亲都是我现在离我母亲有60了，我倒是好说，我给他电话里随便说一说。哎，我就说，哎，我骨子最近吃不了。他说是叫我天生难一点吃。哎，我又怎么怎么的说法？如果现在我说我的孩子啊、老婆啊、我的外婆，他今天早上都在哭。咋说的？他高血压。哎呀！我的那检查结果还没出来，还没出来哦。什么没出来？那是三次的人都没出来，那不是在这个礼拜之后。不知道。哦哟。爸爸检查结果还没出来了，这个礼拜后才出来的。这个礼拜。嗯。这个礼拜出来了。我们那个十四。啊，是哪里的出的？没有嘛，胡说的了。那到底哪出的？哪有那么快？你那个破的，别接着出来。十三分钟。没有。他们说的出来的是今天给那新查的人的。哦。我。我这有新查的人。哦，今个通知发的是新查的。新查发的人，觉得有的了，有的没有的嘛，原来是那么个。哦。说的这样嘛，你们不是得说他吃下去，不是就是就是上火。啊，对不起。不是说嘛。对，他是吃下去。过年没那回事。就这里吃的，这里。最后我就咋说的，我说呀，你就要带上我的这孩子们去，明天去开个社会。嗯，我就直接去人家说说开心。嗯，说我的这病我不好说。嗯，明年的我，后年的我。不是因为这样，就把这孩子再次开了。说我能不能带着我去上开车？回来我们一块儿带回他去开卡啊。嗯。我孩子大了，有的时候，就是嫂嫂说，哎，我把那或者病严重的时候，还把我们带到我老这个医学院里开过手。
前一天晚饭后，马江山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刘冬梅第一次没有听从县医院医生的劝告，坚决要求把马江山用救护车转移到了武威市人民医院。还好一路上没出意外，但从鼓浪到武威仅仅80公里的路程已让马江山精疲力尽。过去对这个近期这个扶这个白带和尘肺病患者这个这些工作安排和要求，给大家做个传达。接着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联系这基本情况，基本定下估计就在这个20号左右。因为票没拿到，会议室里挤得满满当当，我们意外地发现老魏也来了。尽管他好像对去北戴河的细节并不太关心，我更重要的就是大家要从这个生产发展这个配上。除了传达去北戴河的具体安排，这次会上县里还公布了对所有尘肺病患者的扶助政策。这个早住的，那么你如果把住到哈早都把头子上，也就是抓子也把啥也把早都把头子上，跟那个事情不行。这个早早的也是把侄子上，各都这个4000块钱。那如果你不要接近哈，所以说我要没见面。我查的那个会议结束后，老魏去了趟信用社。他说他准备带3000块钱款买上30只小羊，养30只羊县里能补助4000块钱，以后就算自己万一怎么样了，除了肯定能还上贷，也能给家里留1000块现钱，还有30只羊。回来啊，这天黑松邑飘起了大雪。下午去北戴河洗肺的名单终于出来了，副镇长老杨决定亲自去一个患者家送信。哎呀，快了快了快了，知道了，知道的时间我知道你的脾气，这就是工资压力也比较大，特别是卫生院。杨镇长告诉老魏，他那天看到的只是县医院体检后确定能洗肺村民的名单，他的情况当时县医院不敢决定，就请市里的专家又会诊了一次。哎呀，今后的我今后我就心里开点好。对，今后告诉一个好消息啊，你可到国的可是去世。哎呀，你以后的好的好这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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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魏家门外的山坡上孤独地长着一棵矮树，老魏说那叫糖李子，秋天能结出很甜的果实，而且这树很耐旱，就算一年不下雨，娃娃们一泡尿都能把它救活。